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也是我们开服的第21天啊。我们今天的话啊，新增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万妖荒漠。今天可以打的 BOSS 就变多了。妄图钱还够吗？够，我还可以再借。我经常会找我妈要钱。我妈除了不定期的给我钱以外，我还找别人借过钱，就是很好的那种朋友。借钱以后，等我视频结算的时候，比如说每月油管的21号视频。发钱的时候我可以去取，我再还他一部分。但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入不敷出啊，暂时入不敷出，主要还是靠我老妈补贴。这里的话非常的尴尬，今天可能就只充一个648，为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这个活动，哎，昨天说了还差5300块钱啊，只差5300块钱了，只要5300块钱，坐骑就到手了，里充2万的坐骑啊就到手了，大概能加个8万战力。这个648我可以充，但是今天我觉得不要充5000，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今天都没有这个氪金的活动。为什么要充5000呢？哇，欢迎小红娘，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今天先充一个648好了，648把这个奖励拿一拿，充着钻石留着，钻石留着是个好想法。没活动就没必要了，我知道，但是这个钻石我留不住，待会儿肯定还要去。如果我真的充了，我肯定还要去商城这里买，你知道吧？我知道，我太懂我的尿性了，充进去放着能赚利息是吧？你想的太美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是我们跨服的对象不是8服了，跨服的对象是13服。哎，别看13服最厉害的只有第6名3800万战力啊，然后是3100万战力，其实他们这个战力啊不高的。但是看一下他们帮会战力，帮会战力我们是4亿，他们是3.4亿。哎，他们13服的还是和我们有的一争的。今天我们在跨服的，比如楼兰 BOSS 的活动里面没有看到他们，我估计之后几天能够遇到。这个游戏也真的是处心积虑为我着想啊，觉得我这个视频看点不太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游戏今天可能突然良心一把，就觉得不需要我充钱。他就一个坐骑，为什么要充钱？这个坐骑我知道很霸气，我看图哥、看米可他们都有，就很大的，和凤凰就比凤凰还要霸气一些。只想看坐骑。但今天确实没什么可以氪的，我看一下，你要说服我今天什么东西可以氪、可以买比较划算的，这个坐骑步运加在一起800块钱，精灵1200，然后翅膀1600，这个神兵2000，别的没了呀。这里今天就是上线，都想看坐骑，我欠你钱了吗？来，先把这个基础活动搞了吧，我感觉不是很有必要。我今天卡里好像就值5000块钱，然后我们先把邮件领取一下。今天还拍到几个兽环。哎，这几个兽环是可以摆摊的，有几个，问天差一个，但是没有办法兑换，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开。楼兰，这个完美护送开一下，哇，5档的这个我们摆个摊，摆摊，而且看到没有，我今天打到的这5件装备，1、2、3、4、5，哎，全都卖到了，全都卖掉了，就很棒，钻石留着。今天可以买问天了吗？今天问天不清楚啊，小红娘的问题一会儿私信问我，我这里不回复。套装我看一下。哦，天机石刚好有60个套装了，哇！来一个，给这个衣服来一个吧。套装打造加了16000，加的还是太少了。回装强化一下，充进去钻石留着别花啊。今天没有什么活动，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乱花了。从这个角度来想，你是对的，我可以氪一下，加了16000，再加8000，我们今天42500。其实今天如果不充钱的话，我估计啊，悬。哦，这里免费的就锁这个，锁4个，这样更划算一些。哎，评分还降低了。一人一个节奏风暴，100个就可以买，好像差不多。哎，今天就别氪了。你看，男爱心说话，今天就别氪了。需要我阻止你吗？不需要。实话，昨天破费了好多，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钱可以先充进去，慢慢花。然后全民狂欢的话，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兑换了。现在是有多少个气球？一会儿我们出去把这个气球222个，哇，来506、728，哎呀，那还差一点，这个气球不太够。钻石应该可以留着，说实话，钻石我要保证留的话，其实也可以留的。然后先把这个兽装合一下，这个兽装可以强化好多呢，5档、5档、5档啊，这是4档的，我们先合一个吧，先用它来合成一个，合成了一个3星，然后直接换上好了，直接换上加了6万，然后4档装备我就够了呀，4档3星1个，我记得还有个啥，我们可以合了装备。背包，你看这里是4档兽牙和4档的项链，哎呀，兽牙项链我全都是5档，没有素材，那还是不够呀。我想要搞一个橙色的5档，这里有4档的衣服也不太够，哎呀，糟心了呀。技能培养，培养一下蓄力，剑体，这个剑体加的其实还可以啊。
来给这个升到59，60差一点点。我先把邮件领取完哈，领取完之后我们再想要不要充值。哎，现在是累充啊，这些其实挺好的，一键领取。把这些用完之后，我觉得有希望加个20-30万战力，还是我想多了。姐姐大人，哇，感谢姐姐大人，欢迎姐姐大人给咱打的广告。怎么还有三档装备？这招惹谁了？给了1000元宝，金龙宝藏。金龙宝藏开了个什么？没有看出来。哇，这个背包里的东西太多了一点，我得要收拾一下了。10坠，把宝石先放着吧，这宝石太少了，不想去升。啊，有限用就空了吗？感觉也不多嘛，来开一下，把这个开一个天地之心。呀，那我想多了，我还说能够再加个20万战力，可能就加个2-3万吧。这个真的太现实了，这四个石头先留着。嗯，哎，这个柠檬一下可以了，我记得是可以合的，使用一下。好，升级加了13万，哇，果然可以吧？还是不错的。悟性培养，给这个培养一下。哎呀，失败了。升一级然后就没了，哎呀，太简单了一点。那如果不感觉如果不氪金的话，今天就没有看点了，今天就彻底没有看点了，这是在逼我呀。然后前面这些红点其实领不领都无所谓，这些给的东西都太少了太少了，我就怕明天来个什么充值双倍这种的活动，你知道吗？因为充值其实不止充值双倍，那天我生气发火来着，我说这个策划他把这个活动撤回去了。那次就是充钱以后他会给那什么东西，就是你充了钱以后他会充68，不仅给6480的这个钻石，他还给你额外的很多其他素材，那样的才比较划算。活动一会儿我们做完，我估计能够勉强到个4300万，但是有点悬，说实话。但今天充值的话，其实今天充值我觉得我肯定忍不住把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买一下。老区活动是啥？看不着老区，没有老区的号，我们看不着8区的，只能看5区的，5区的又太早了一点，看了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这里稍微剩下，我现在其实就差4000对吧？就差4700，4700的话其实也行，先多充一点。哎，其实按照我的尿性，我应该越往后充的越少的。冰魂可以抽，我知道，因为我开了好多累充多少的，哎，冰魂能抽很多，免费的先来一次。军哥昨天活动哦，感谢你的提醒。这是昨天晚上11:59，我叫南安心给我截的图。哎，当时俊哥3300积分，然后这麒麟他没有冲了，他没有冲榜啊，然后俊哥拿了榜1，所以俊哥今天战力升得很猛。然后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这个米可大佬他说，到目前为止他们一次双倍弧形都没有打，因为都被我们抢到了，超级惨，超级厉害的。我们咱们抽一抽，橙卡来了 ，come on， 给一个什么橙卡？给了个王者之剑，再抽一次橙卡吧。自己加的还是比较少的。对，老虫不行了，老虫今天都没怎么上来了，就是中午被打退了之后，因为他那个 boss 都没有抢到，然后下午他就不怎么上线了。哎，方天画戟50个，有点屌，我看一下。哎，我觉得不能跳过动画，跳过动画就没有灵魂了，跳过动画我都不知道我抽的意义何在啊，升级也没有升新的，哎呀，太惨了。经脉一会儿修呀，5学。真气丹210个，龙象般若功，如来神掌，浑圆珠，天庆，给这个升吧，加12000，还凑合。法宝辅法宝升一级，加了15000。灵魂的话，我看一下，给这边先升，加32000，哇，现在加这个真的越加越给力。哎呀，还不够，这个60还没有到，差了一点点。技能我先看一下，啊，这是钓鱼给的，这个鱼113条，福利店捐献领取，瑰宝阁。购买一下，啊，就没有东西可以做了。才过了15分钟，我太不习惯了，还是得要充啊。我投，我差多少？多余的1分钱都不想充。我看一下，2万减去15312等于46888，除以648，这大佬给了我50块钱，说让我拿龙。我想想，46888要充7个，4688减，先充一个3000吧，充个别乱花，留着活动用。那今天这个商城还要买吗？先充一笔3000的，啊，这里就不要一直搞这个68磨蹭了。接下来就还差再来个1000的，但是我钱可能不太够，钱可能差了一点点，商城买一下就行了。啊，今天不至于吧？突然想到，我还差688，先充一个68看一看。看钱还够吗？
OK，六四八，还差四十块钱。四十块钱的话，哦，我多余的一分钱都不想充。来，三十，来一个。主要是他今天连一个活动都没有，我真的是觉得这游戏不配充钱。然后再来两个六块的，好吧？这样的话是多充了2块钱。啊，余额宝，余额宝派上了用场。好，最后一个六块。OK，明天就出活动，明天肯定出活动啊！希望他不是要求我充值的，而是花钻石的活动就好了。现实得充，OK，充了20,200，哎，果然没有算错。来，领取一下这个龙，极地蓝龙，加了85,000，使用中，使用一下，来带你们飞，带你们去看一看，其实非常霸气，非常的霸气。今天我早就看到这个俊哥老早就骑这个龙，明天双倍充值，如果明天是双倍充值的话，咱们就把游戏卸载了，这个不能这样欺负啊。好，今天就把其他活动做一下。然后现在钻石是有5,600块钱的钻石的，先留着。哎，咱不一直是这样吗？哦，这里1,800的积分，哎呀，还差一个，就差一点点。神兵升，哇，两倍暴击升了大管。金脉先不升级，活动先做完，个人妖王先做完。淡定，才加85,000啊，因为它相当于是充值额外送的战力。气球收集一下，是的，是的，先把活动做完，气球差不多就有了。我靠，走。这小猫以后我不允许它来我这身上，因为它踩在马桶的里面去喝马桶里面的水，我刚才被恶心到了，然后我踹了它2脚，它以后再也没有资格上我的身了。气球可以换一个令牌，OK，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的？哎，给了一个绿蚁琴，哇，这琴可以卖1,000多的元宝啊，我记得，我们看一下，哎，贝贝发起了这个邀请，现在是第一吗？这里看一下。这是双倍的 BOSS，然后进来这里一定要记得切换这个帮战模式。啊，还差1分钟，我上架。等一下，这个绿蚁琴，啊，不能上架吗？现在不能上架，我头，这个太坑了。星耳请求成功，一会儿给他传一下。这里我次数够吗？哦，还有2次的，人手一条龙，哎，来了一条龙。虎啸破苍穹，小朋友来错地方喽。好，开始了，我的归属哎，大招放一放，饭团，这些人都没有威胁的，你看那两个大佬都不卡我们了吗？难道不狙击我们一下吗？这个太过分了吧！哎，来了来了来了，我就在这儿不停的穿越，希望最后50血不要把我打死，然后顺便控制一下。然后有大招刷一下，看我这矫健的身姿，他来到我身边我就赶快退一下，39血，这天下第一，打这人确实有点疼的。他来了，我们就不让他近身，你知道吧？就看着这个称号往哪儿跑。啊，这个招式有问题，他昨天就坑了我一把。哎，龙形的了，我刚出去了。哎呀，这是我的问题，我刚失误了。这里是龙形的 BOSS 啊！我拉脱了，我没有脸了。这里不换流派啊，流派加血只能加10万，10万非常少。你看我这一下子就加37万，10万加的非常少。那个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千万流派那个加血技能5秒加一次，一次加10万，加的特别少。我拉脱了，对，我没想到，因为刚刚好走出来了一点点。本来他不一定能杀死我的，这里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了。啊，加血贼多。坐骑我看一下，坐骑竞技还差一点点，我现在想买一点点这个坐骑单，稍微买一点点，买5个。好，最后一下，加21万，我这个比那个坐骑要厉害很多，真的有点菜。其实刚才走位还好，啊，今天这个结婚的副本没有去做啊，继续去扫荡。哎，这里丢脸丢大发了呀！跟吴老二离婚了吧？没有啊，为什么要离婚？离婚还得重新再结婚才能打这个副本。看看好友找我有什么消息。哦，今天还没有布置作业，来布置一下作业。不好意思，图二，当前状态无法进行传工，和吴老二发起了夫妻双休，然后这个图二师徒双休，师徒的传工，来一个，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别的，银币秘境先打下，然后我们这个经验应该是三天之后，应该是2天02个小时，2天04个小时之后就解封了。有红色吗？没有，一般般。英雄谱买一下，下周一解封。哦，对对对，算得真好。好，八字我们打，昨天打这个给了2个还是3个红装，特别厉害啊。哦，3个，好的。啊，这次没有给。哎，获得了10的狂欢点。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啊。这里我先离开一下。我们一会儿这个气球我认为会够的啊。一会儿气球够了，我们要买一个这个令牌升级问天，还是说买一个这个正邪神语？现在是728个，马上就够了，马上就有90个气球。今天好像不太够，不太能够到1800。我觉得今天要不就兑换一个这个好了。他到时候给200个气球，200个气球的话，其实不太够哎。买翅膀，啊？买翅膀，好的好的。到10万了，好快！其实比预想的要快一点点啊。其实一开始玩游戏的时候，我就预想得到这10万用不到30天，可能用得到25天左右，但是还是比我想象的快一些。我们第20天就冲到10万了，给了一个助星石，哇，还给了一个红装，哇，他刚提示给了一个助星石，哎，这个好牛掰，我的天！然后他这里需要搞一个什么？我看一下，完成3次妖王之家。2次副本，这个慢慢来。我先把结婚的搞了吧，就是和不悔，我们重新创建一个队伍啊，先做副本吧。OK， 来双修，双宿双飞来，然后图二的这个双修，气球728个。以前叫小心，是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吧。步运境界下加5000，排行榜，龙行，5300万，俊哥5100万，哎，龙行又上去一点点。本来这个今天下午俊哥差100多万，现在又差，哦，还是差100多万，哦，没有变，差160万，150万，这个麒麟好像也不行了，今天看他也没有动，应该其实贝贝也没有动啊，因为都没有什么好活动，就我动了，从4100到4300了。玩过的游戏照肯定都卖了呀，能卖则卖。哦，邮箱空了，来把这把武器卖一下，这个能卖好贵的哦，800，才卖800呀，来，使劲卖一下，快给我多赚点钱吧。哦，坐骑再升级，金卖1000万的银币，我想想怎么用，加了15000，零售培养下，哎，这次终于可以了，加了16000，可以的，再给这个升级升级。这里是贡献不足，那这个银币全都用了，银币全都升级金脉，哇，升了好几个700，还可以啊。活动经验秘境我们参加一下，好，吃一个1.5倍药水。哎，吴老二完成了一个出师的目标。活动继续看一下，这里周狂欢，他这要求是，哎，5次军工寻宝。哎呀，今天不够了呀，今天不够了，亲爱的们，对不起。他这里其他任务都完成了，就差5次军工寻宝，还有3次妖王之家，一共是35点，1405点，再加上35点，其实是1440，这个1450要明天才能拿到了。那我们明天再兑换这个翅膀吧，还是明天再兑换这个翅膀？这个令牌先不要兑换，令牌兑换的话挺亏的。破浪套装、选速套装，其他没什么。我当初不应该兑换那个人参果的，那个人参果兑换之后有点亏。双休一会儿再来搞，粮草先行，帮助树种一下。今天我实在是太生气了，但给个稍微不氪金的活动也行，一个活动都不出，这是策划拦死掉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中午时间，正在抢夺龙柱啊！现在是俊哥的归属，我去给他奶口血。贝贝在这儿，俊哥在这儿，
来阻下这个敌人。还有84秒，估计很难坚持到，因为对面一个大招，其实俊哥血量也撑不住。我这个加血只能加10万，加的太少了一点，这个就靠点点帮帮忙。但是我们估计实在不行，就要打到7分钟以后。现在龙行他们其实比较惨，因为我们战力都上来了，包括这个俊哥。一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我不要拿这个归属啊，谁杀了麒麟谁就能够拿归属，但如果我拿了的话我很快就死掉了，所以我不要补这个最后一刀，我就使劲加血，然后顺便打打这个输出和控制。至少我奶的还可以的，看对面这个龙形天下第一又怎么了，对吧，照样不是被揍。完了，我又找不着贝贝大佬了啊！贝贝在这儿，稍微分散一点点，就把我这个血量能加上就行。3秒，2秒，1秒 ，OK， 归属拿到了。好的，我们4个大佬全都在，揍他们两人还是比较爽的，这就挂机开始揍就可以了。哇，舒服！哇，他们这个龙柱也抢不过我们。然后我看这俊哥马上今天，说不定今天明天有机会超过这个龙行的。今天这个活动还没有出来啊，今天这个活动12点钟出来以后，说不定有机会超过他。这麒麟已经被干下去了，我觉得贝贝估计也能上去，然后我的话今天可能也要冲5700，估计也能到4600万战力，也是很给力很牛的。俊哥斩下了龙行，贝贝斩下了麒麟，这好惨。我至少现在还能奶一口，挺开心的。好，就到这里。现在3:30，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楼兰 BOSS。今天中午那场大战之后，对面的这个龙行他就不上来了，估计是被打怕了，你知道吗？来放一个集合的命令。哎，他没有上来了，由于他那个 BOSS 小 BOSS， 因为他之前很得意的就是抢 boss 抢龙柱抢得很厉害，然后大的活动像这种活动我们人多就是干不过我们嘛，然后结果今天那种小 boss 他也抢不着，龙柱也抢不着，他好像就不怎么上线了，我感觉这个人好像就要退坑了。哇，有点开心的啊，我真的特别开心，又帮一个人又把一个人劝退了，成功的让他节省了很多钱，哇，太开心了。哎，这里来个来个小同学，苦笑破苍穹。哎，你好你好，来让我欺负一下你好不好。来打一波广告，老虫不来了你来我们公会呗。哎，龙腾来了。丑斑，等一下，丑斑怎么是敌人的？这有毒吧？我被麒麟敏苍生击败了。等一下，这人无所谓，因为老虫都没有来，他一个人独木难支，你知道吗？但我们这个输出被打下来了。哎，我击败了麒麟。花园醉墨小七，哎，这个人是他们的。我们这个次数不够了，哇，这小七是他们的，这嘴还那么毒，还说是我们家的人嘴那么毒，
来，再插一支战旗。这里看一下这个战力啊，战力还是没有变。今天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活动好像没怎么出。我们跨服的话，今天跨服遇到13服的了，13服其实很厉害，帮会战力其实比我们就少了5000万，我们是3.9亿，他们是3.4亿。被龙星杀了，这里我和贝贝各插了一个棋子，所以次数应该足够了。然后这里筹班啊，刚才可好像看的是那个是筹班，看错了。现在筹班的血量也是绿色的 ，OK 的。我还以为有人叛逃了呢，真的是吓到我了。好，这里就很稳很稳，拿到3-1。虽然被他杀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活动就很鸡贼，就只有一个这个累充活动，连花钱的地方都没有，就很奇怪。现在过来抢一下这里的拍卖啊，看一下有没有好东西。这几个树桩我需要，碎片其实我也需要，我抢这几个树桩吧。好的，最后5秒钟，我们来试一下。喂，六芒星，哇，六芒星加了5万，可以的。哇，这是什么？哇，这个加12万，哇，这个符文加有点给力啊。看一下这符灵。从这儿看下，他应该是解锁了最后一个，然后激活了一个套装属性，所以变得很厉害了。没有想到这个加了17万战力，太夸张了。好的，我们现在来准备参加这个活动，一会儿可能要被毒打。然后看一下这里有2条黄色龙，然后4条蓝色的龙，特别巨大。然后除了我米可俊哥以外，还有一个是木秋的，这个是13的。有没有感觉3条龙都在这儿，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呀，小木秋同学？哈哈，他比我们晚了2天开服，所以他这个战力超了好多的，一会儿就挨揍就完事了。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运气好不好。米可大佬在不在我们这边？哎，这个技能放不出去，不然可以直接闪过去的。啊，这是俊哥，算，情况不对，赶快跑。不悔同学你好，疯狂揍自己人。这里先死的都是菜，我就守在这里，我要连杀，让俊哥和米可相互厮杀就可以了。啊！这不悔还没有死，不行，我要杀你！这叨叨叨同学别抢我生意！哎，我说你，这不悔刚把我秀傻了，他是怎么出去的？我现在是排名第二啊，但是米可大佬已经15人斩了。这不回怎么血量又满了？这是出什么 bug 了？这不会已经喜欢死我了是不是？
我这里就希望有人去治一下米可大佬，把他这个连胜中断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回血技能啊，加了106832，加很少的。谁干的？等一下，我要先回安全区加点血，我不想连胜中断。此时要是有点点在就好了，我真的一定要续上我去连胜，不然我就可能被后面的人超的。但这血量加的也太少了吧？不是没有药品了吗？药品应该还有呀。这十万血量加的太少了。现在我还比俊哥高，哎，但是这个刀刀刀好像也挺厉害的，我得要注意杀人了，我觉得还是换一下技能注意杀人吧。让我弹首曲子给你们听啊。俊哥和米可是在一起的吗？哇，我还以为那撤，对对，俊哥和他是在一起的，我忘记了，不要和他们在一起，我拿个第二就可以了，我不贪心的。俊哥也连续命中15人，没有人能阻止俊哥。好像我这积分稳了耶。23连胜。哎，其实我距离第一名积分啊还是差的有点远，2000积分。不好意思，我过去把他杀死了，我好无耻。最后20秒，我这积分加了不少，让我乱杀一下。谢谢，再送我点人头。我排名多少？差了1400，可惜只能排第二的呀。好，只拿了一个第二名，咱们只要比俊哥强就可以了。这个活动感觉也很无趣，因为对面那两个人好像是要退坑了嘛，龙行和麒麟，但不在的话就觉得没有人揍很没有意思。一会我们看一下罗兰 BOSS 他们打不打。好的，这里 BOSS 还差15秒啊，我们这个输出是第一的，但是第二名其实有我们60%还可以，是反天13伏的。这里起速都比较快耶。哇，我应该提前录制一下，这里我伤害好像是排多少，第四还是第五，我是排第五，本帮会排第一。然后拍品看一下，哎，腰带，这个腰带不需要，而且这个卖的特别贵，回收一下，回收一下，又卖出去好几件装备。哇，晚上一定要好好督促一下男爱心，让他多打几个 boss， 好多赚点钱回来，晚上就指望他了。这里我们把神兵升一下，哇，刚好升了，升加多少？4349，刚才我没有注意是多少的战力，但这里没有提示，有点可惜。研究院稍微升一下，经脉冲一下。好，背包里有一个这个兽圈，刚好是把仓库里的拿出来，所以它是可以合成一下的。我们试着合成一个，那这里没有办法，这里五档三星的兽圈还用不了啊。其实我感觉这个兽圈也可以暂时先卖一下。哎，最后一件降魔袍也卖出去了。然后一会儿的活动呢，咱就是等到几点钟打一下罗兰 BOSS， 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会给好的东西，给一个我特别想要的东西就好了。
好的，我们这里九点钟，马上这个双倍狐妖要刷新了，这里估计又有一场恶战，我们看能不能弥补下刚才我们孤皇本皇的。那这个一会儿会抢，先把敌人血量打残一点。不慌，他应该离开一下的，他不应该抢这个先手。那这先去的任务就交给我了，我先打人，先被他杀死，我先把龙形打一下，他应该先把我打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30血，那我要好好拉了。血，我血量还是很安全的。好，掉了两空装啊，我弥补回来了，可以的，赶快离开，指挥下面一场战斗。可以啊，我们先殴打长风啊。哇塞，刚才我获得什么？哎，俊哥不是，是贝贝和欧皇获得了兽牙兽爪，我没有获得这个红色的。这里放旗子。上次放了1000复活次数的旗子亏了，这次放一个100个应该就够了。哇，现在真的很爽，随着我的战力的提升，他们也不容易打死我了。这样的话我控制 BOSS 更好控制了。外卖分红的话是分到了666元吧，这怎么有20个提示？哇，20个提示，因为好多 BOSS 都刷新了。我们先做活动的，这龙形一个人在这里纯粹是为了杀一下我们，过一下瘾啊，去浪费一下我们这个战旗次数，别的没什么关系啊。哇，烟某在罗兰古迹创下50连斩，这 boss 其他几个 boss 我一会儿去看一下。这个13伏如果和我们也一起打 boss 的话，那就太棒了。好，这里我们先走一下，我们先去看一下其他几个 boss 的血量啊，因为我们就捡血量少的打一下。这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13区的，虽然在这个屏幕上有显示，但是可能是河区没有，河区需要等一段时间嘛，可能明后天就能在这个区看到他们了。好的，这敌心马上死了，我这个战旗只用了两次，有点浪费啊，这30块钱用的太稀碎了。然后最后再打一下湖心，哎，龙心来了，还是要去买一个旗子，给他点面子好吧，至少你还值个30块钱。这个旗子次数好像不太够，40次，杀人杀的有点快的，来再买一个。哎，这些人可以坐在座椅上啊，输出哎，你看这个龙形在左边，他好像可以在上面渡技能，然后右边这个贝贝也可以站在座椅上输出哎。如果他们这样骚扰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他输出的时候输出到这个 boss， 就导致他们会拿到这个 boss 的第二，那另外一个 boss 的第一他能拿到吗？他有可能三个 boss 拿的都是第二，你知道吗？这里先战旗复活，然后把这个旗子取消，这里就不战斗了，直接离开。哎，其实可以去看一眼啊，看他们剩下这个秦桧还能不能打出输出来，无法对首领造成伤害，应该没有人能造成伤害吧。这里有双倍 BGM， 太快乐了，赶快出来看一下。哦，这里这 boss 被击杀了，那我不想去，
进去只能接下两个 boss， 不想去。116的 boss 吃一个吗？我感觉这有点像是临阵当一个逃兵一样。迷门断魂，主要是一会儿要拍卖了，打不了几分钟的，所以无所谓。我帮他打一下，彼得妖王看一下，还有可以揍的妖王吗？哎，这里还有个116、113，打这种妖王是不影响拍卖的，所以没有问题。只剩113了吗？我靠，我这样亏了呀。113可能也有人在打啊。吾皇吾皇，气死我了。好，我们这里看一下拍卖的活动有没有那链子、兽牙、兽圈。哎，都是兽装啊。灿杀喵灵，其实我想买这里的这些碎片耶，虽然这个兽装能加不少。3 2 1 0，OK， 看看别的，这兽灵买一个吧。哎呀，卖了，没有了。啊！我好像一共买到三个，一个赞赏喵灵，哎呀，然后一个沙海夕照，一个赞赏喵灵，两个赞赏喵灵，看一下能不能合成了。卢兰 BOSS 奖励三个，来碎片，搞起搞起。猫灵有16个，可惜了，还差4个。这个东西。沙海夕照还差很多，这个风沙乐舞买多了呀，又买了8个，我的天，这个太浪费了。不允升一级，接下来我看一下福利店领取一下。我们接下来9点半的活动是武林大会，这个今天就不入职了。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抱歉，今天由于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简短。我会努力打 BOSS 的，明天我们7点钟再见，希望明天活动精彩，拜拜了。